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由飞将为您带来的《中华女儿风云再起，魔法加强十周年庆祝版》啊！这场比赛由一批老小对二批的小小看书房精彩对决主力强五的比赛，没错。哇，这招八神切防切掉一批七加射的摸头杀，哦哟，你看这八神很疯狂啊！这个版本的八神可以说是无敌，没错啊，会瞬移，而且他的战 C 呢伤害非常高啊！看一下这局双方八神内战，来。守方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瞬移啊，所以说基本都靠预判。小弟，但是这时候打点过高，落地反而被二 P 麦姐刷一波指令头。起源圣龙三循环非常帅气。那看下一回合，看老肖这边最后一个手底的社长卢卡尔，拭目以待。啊，这局比赛有个额外的规则，两边呢禁止使用库拉啊。看一下吧，库拉在这个版本依旧很疯狂，没错，非常夸张啊。哎呦，这八神疯狂瞬移下重腿，这老卢，哎呦，防了半天还是被抓泄疯了啊！防不胜防，比分零比一。那看下一局，对吧？相信大家看到这里呢，也猜到为什么这场比赛是强五了。没错，以往呢，零二风云再起都是强三啊，但是这个版本对吧，节奏太快了啊！没错，很快就一局啊！看一下这局八神内战，哎，老肖瞬移过来站 Z， 好的。老肖表示这是我的回合，对吧？也该我了吧？可以的，很舒服。八神这个进 C 实在太痛了，对吧？非常夸张。看一下这一局，这叫做老卢，可以的，直接瞬移来一波泄风走。但这种连段没有继续呢，再泄风不敢动啊。漂亮 ，Mix 八神直接带他走。那看下一回合。哎呦，这个版本真的很夸张啊！看一下小小这边最后一个手底的真气啊，真气这手岩浆拳呢，说不定能跟八神拼一拼啊。原地使出高跳重腿对侧前跳，哎呦，连跳直接抓一波 C 头岩浆拳直接怼，哇，漂亮！刚说完就来了啊，给老肖秀懵了。没错，第一时间老肖选择后后，但是反而会中啊。其实刚才落地直接 AB 就能躲开，对吧？看一下这手，好，摸头杀摸中。哦，岩浆拳再压起身，哇！看来这个版本的真气放隐藏并不需要血条变色啊。没错，好家伙，这老卢也有无限连啊，无限 BC 直接打晕，可以的。啊，这个版本并不像啊零二风云再起或者零二原版啊，它是好像都是有晕点的啊。你像零二原版对吧？只有天地霸王拳才能打晕对手，但是一七版呢又多了一个大猪。但是这个版本更加夸张，对吧？每个角色都有晕点啊！好家伙，开局直接抓！我天，这伤害，哇，这伤害太夸张了，可以直接十哥啊 ！Jesus Christ， 这我真的没想到啊，兄弟们，这十哥的超杀你见过吗？哇，这个凯撒波直接轰了半血多，很夸张，估计防住都能掉很多血啊！严老爷，哇，看来老卢也很强啊，对吧？哎呀，真心能否稳住开局岩浆拳，但是二 B 直接裸 AB 躲开，这手大抓直接跟带他走，这伤害真的太爆炸了啊！看来这个版本双方都选择啊八神跟老卢的原因我们都找到了，对吧？八神会瞬移，而且战中前非常痛，老卢呢对吧，一个超杀就是十个，更加夸张啊，这个七加射更是满血就可以放岩浆拳啊，可以说都是啊，对吧？神仙打架，看一下反边裸，但是就被投了，可以的。我再裸，哎，防住了。哇，这个烧杀真的要小心一些啊，因为裸中就是十个。我的天，这掉血量，兄弟们，这掉血量真的是不敢恭维呀、啊！天老爷 ，OK， 看来只有用魔法打败魔法了。看一下一匹八神，好的，瞬移直接泄风，漂亮。白沙嫂，我觉得这个版本真的应该改名了，对吧？不应该叫什么魔法加强版啊，应该就叫拳皇灵儿毒蛇版，对吧？非常夸张啊！恶线神通，没错。看一下八神内战，哦，谢风可以的。老肖找到机会，哦，但这边连段没有一套带走对手，希望他不要后悔。赢，可以。这手二针指令头啊，也是赌命了，但是小小赌对了。那看下一回合，看老肖这边怎么说。老龙啊，我们看能否再见一下十哥操作。
杂活，日皮各种瞬移，好，再抓信封，没了！我的天，这也太快了啊！比分1-3，那看下一局。感觉老肖剩最后一个老卢的时候，已经处于半放弃状态了。没错，是吧？确实很难翻了啊！看老肖这边，哎，依旧是卢七八啊，没错，首发七加射对战卢卡尔。哎，老卢好像也是中分，差不多接近中分啊。看一下怎么说，哦，凯撒波狂轰，我的天，快没血了，岩浆拳，哎，但是没用。小小完全猜到了老肖想用岩浆拳硬刚自己的凯撒波啊，所以说故意放针等你动。啊，瞬移逆上，哦，完了，这首诗歌带走了，天哪，这老卢，对吧？如同天上降魔主，真是人间太岁神啊！天上降魔主，人间太岁神呐、啊，很强。看一下，哎呦，是凯撒伯再次轰，不轰，怎么说？老肖能翻盘？感觉是不行了，比分1-4啊。那看下一局，我觉得就以这个掉血量来讲啊，即使刚才那个凯撒伯老肖防住的，应该也是磨死了啊，没错，对吧？非常夸张啊！小小这边手握四个赛点，哎，可以的，小小这边直接把 K49 拍头了啊！可能是因为一直没有出场的机会，是吧？哎，这手6A直接岩浆拳，那肯定不行啊！这一套直接打残，哎呦，好家伙，直接打晕，可以！看来是 K49 的能力也有所增强啊！这一套就打晕，行。看老肖这手八神怎么说？开局瞬移，找机会好泄风，漂亮！走，血印升龙三循环，啊，重拳6A重拳，哎呦，这八神这手瞬移实在太好用了啊！配上这手泄风，对吧？可以说是啊，防不胜防，对吧？看一下开局裸，但是没裸中。哎，哇，这个参战者掉血很夸张啊！漂亮，这手瞬移躲开日地的凯撒波。一波泄风起手，重拳6A，重拳6A，无限循环，直接掏死。还得是八神啊！那看一下小小这边最后一个手底角色，老肖看来要吹起反攻的号角了。没错，哎，开局瞬移，双方同时瞬移。哦呦，这手下重腿可以。哦呦，两边好像都有点懵。八神刚才老肖这边也确认失误啊，没形成连段。哎呀，这老肖为了避免被抓泄风或者偷下盘，疯狂起跳，但是小小这边直接瞬移过来一个下重腿啊，形成对空效果。哎，在这边，小小怎么说？还在瞬移，下重腿倒地，老卢也不敢轻易的发波啊。好吧，还是被抓到泄风了，难受了。哎呦，小小直接5-1啊！大家关注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。看来老肖这个版本也要翻车啊。